因为损失非常大，所以大多数时候都是不直接围攻了。也可能也能看得到是吧？就是相比那个 K 二来说的话，它的杀伤力啊几乎就翻倍了，甚至翻了好几倍，就是个阵亡是吧？比如说反伤，那你 K 二的话也就是一两千是吧 ？K 二这边的话是至少都是3000起步，能到5000-6000。当然这个主要是玩家的水晶科技不太一样，所以说差距呢还是有的。应该说玩家的成本更高了啊。哎，这个居然还没有爆啊！防守的压力应该是非常大的。红色数字一直在冒着不停，对吧？红数字再加上这个白数字，一秒钟就得10来万，七八万，十来万。居然没有爆，这个有点厉害。做业务的，相比，就是目前来讲的话，防御方呢是。相对来说是劣势一些，因为防御方的话目前能用到的就是这个巨人坦丁加个李顺成是吧，或者是直接用这个武丁阿辛拉当这个防御将，反伤比较高嘛，进攻的话有时候更加优势一些。三代骑兵的伤害还是高啊，还是非常高，就目前的话是很难抵挡。攻击手也不占什么优势，三代攻击手是吧，不占什么优势。然后什么关羽加斯巴达就更加不占优势了啊。开集结的话那坦度什么的反正是坦度不够啊，被人直接围的话很快就没了。现在去围这个武田信拉的话反伤还是太高了啊，这反伤可能是4000-5000-6000了，反伤太高，普通玩家没有这个实力了，真猛啊，这个伤害也是非常高啊，这9万-10万的爆了，因为水晶科技来了之后呢，这个伤害呢扩大了很多倍，这个征服赛季呢，就是成本推高了是吧？昨天我的粉丝还跟我说呢，说征服赛季打不起啊，就出去打架，然后这个出六队，然后冲出去之后呢，然后很快就没，就是回来之后就是大几十万的伤亡是吧？说这个受不了啊，而且很快就没了，就冲出去很快没了。然后听集结的话，那个集结队的效率也翻倍了，就集结的死伤是吧？阵亡跟 K 二比的话，也是基本翻倍了。可以说打得更快了啊，但是你从这么去看的话，就从我们看上去的话，也就不那么激烈了，是吧？你看这个 K2 的话是，只要看到旗帜啊，看到城堡就直接就围上去了。A 组的话，都是二话不说直接上，是吧？因为损失没那么大，然后现在 K4 的话呢，围旗帜要谨慎一些了，稍微谨慎一些，就不那么快了，对吧？相对来讲。这次你看这样，斗鱼已经被虎牙远远的甩开，是吧？那个行业已经陷入增长瓶颈，游戏直播已成夕阳行业。斗鱼新手游戏直播，头铁还是命运？威以好斗的斗鱼已经没有了斗志，那个 B 站狂奔。虎牙斗鱼遭到围剿，游戏直播并拼是吧？快手 B 站全面进攻虎牙斗鱼，苦守内。哎呀，游戏直播都。然后那个斗鱼的股价连创新低是吧？连创新低，再创新低。哎呀，所以说
你这么一看的话，这标题啊，标题党，这就。啊，这跟大家开心一下，放松是吧？啊，放松，看号啊。暖风是一个真正的勇士，敢于直命淋漓的心血，还是直命什么东西，是吧？啊，反正不知道，反正就是他就是很硬啊，头铁还是命硬啊，他都是。暖风已经到了 VIP 十二了啊，37万的积分了，玩了150天了啊，恰好是5个月。是吧？按情况来说，暖风应该已经是这个在进行这个 K 二了啊，因为 K 一的话已经是过去了，对他来说已经过去了。不过他就是出生在老区，也进不出任何的工会啊，直接咳起来了，通过氪金咳起来的。咱们看一下吧，他的成果怎么样呢？成果1300万的科技，哎呀，科技终于是突破了1200万啊。那个向前再进一步了，击杀呀，击杀哟，22万的 T5 击杀啊，那他有37万的阵亡，那我想可能跟他阵亡有关系吧，是吧？哦，对对对，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是淋漓的心血，那我觉得。我这也觉得，我觉得这个暖风就是真正的猛士啊，绝对是，这确实太猛了。对，他出生在161区，他出生的时候161区都要打 K3 了，我记得没有错的话，打 K 出生在一个打 K3 的区是吧？哇，这玩意儿很熟啊。这种礼包不要买，这种礼包可不行啊，是吧？这礼包你看这些加速，它全是一些没有用的加速，因为你仔细琢磨的话，其实给的也不多，是吧？328给300个小时的加速，其实不多，你琢磨一下，1300万，现在主要做农业科技了，因为这个军事科技呢已经是顶满了，是吧？小三维顶满了，这边的话也是马灯满甲顶满了，哎，后面也顶满了，还差一点点，差不多特别多，差一丢丢是吧？差一点吧，不多，可以，我觉得可以继续点啊，医疗部队和战役防守可以继续点。农业科技的话呢，反倒是这个无所谓啊。当然你可以顶个宝石切割也行，是吧？终归就是科技顶到1400多万，1400多万就要卡科技了啊，就是等于说要升城堡了。看一下吧，暖风的城堡已经多少级了？19级。其实我们一个月前啊，甚至是一个多月前，我们说大概起的话，你的这个科技呢到1200万的话，你差不多开始攒宝石啊，攒宝石做这个盟誓之书是吧？其实就说这个事儿啊，当然你要是不打算升 T5的话呢，你当然不需要这个东西了。但是现在这个情况，你19级的话，你看样子15、6万、17、8万的宝石是少不了的，只氪月卡的话。
这怎么说呢？哎呀，春风又绿江南岸是吧？哎也不对，也不对，也不对，垂死病中惊坐起，也不对。好的，不知道啊，不知道啊，就是反正就是这个太平科技，没科技也行。我觉得就是说，以目前这个水平的话，你不升 T5 也行，不升 T5 打 K2 也行，打 K2 就可以了。耗对啊，耗本身就不太值钱呐。只不过说你氪金的话，你不是自己挺爽？就你氪下去，然后你去升个东西，你不挺爽？你会发现啊，这都没打，那这个可能是，这是我对不起暖风，以前看好都没发现这个问题是吧？以前看好都没发现这个问题，发现说你怎么这样的？我怎么还没毕业啊？怎么还没毕业啊？你要这样的话，那确实永远毕业不了是吧？这么说永远毕业不了了，不是他没他他。他他以为这个不需要打的，以为这个不需要打，这个其实需要打这个东西，这个需要打一下。你打完之后的话，你可以得到一些东西，反正你每天都可以得到这个埃塞尔的这个金头啊。所以说，下去尽快打一下，尽快打一下啊，就从来没打过。还有这些三星的也打，就是这些这个两星打成三星啊，打成三星给这个币给硬币是吧？这可以打一下。
这些没有圆满的，包括这些。这个事儿给忘了，那就很有点尴尬，哎，尴尬。那其他的话，他到了二五六区，二五六区这次是不是也差不多结束了？看不对吧？快点移民也好，可以移民了。为你们刚开始玩的激情，那肯定的。玩完了，也这个体验够了，我感觉也差不多就是该结束了，是吧？就是，打一次成功的 K 二，胜利的 K 二，是吧？那最后怎么？最后就结束了，就弃坑了，就差不多。好，我们总结一下，就说这个号的话，已经毕业了，目前弄点移民链，把艾斯尔最好能觉醒，然后。那个可以找快乐快乐区打一次成功的 K 二，就 OK 了啊。他要上那个 T 五的话，颇为困难，是吧？上 T 五颇为困难，我觉得不太实际啊。上 T 五这个事儿不是很实际，也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上 T 五的话，目前起码要来说。差不多两条龙吧，对吧？再来5000块钱，不至于，不至于，所以这样就可以了。准备换个区吧，继续给粉丝看号啊。打工人是吧？你可以去 B 站打工，也可以来直播间看号啊，不用你花钱了就。然后你也可以，当然也可以办卡呀。这是一个属于 K 四的玩家，4200万 VIP 十三。那 VIP 十五以下的，定位就是平级节，是吧？所以然后这都就是说，出一个队伍。
的啊，对吧？还是哎，挺受益的，就等于说这一对就很 OK 了，加移动速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边紧反箱也是很好，是吧？紧反箱这个可以弄这个弄专锁，挺好的。打 K2 当然再好不过了，打 K2 这也是一个毕业的号，是吧？打 K2 当然打 K2 你也是出一队啊，你也是这个队伍，说实话，还是这个队伍，只不过更轻松一些，因为大多数玩家你能打得过，是吧？你可以打得过呀，你大多数玩家你打 K2 的话，打 K2 你的科技跟人一样了，你的装备还。他是个新手，这就不很懂是吧？不很懂。我说，根据你想消耗多少资源去打这个 KVK，他说就6到8个亿，那你就消耗，因为你这个资源也要靠买嘛，要不你买，要不你采集，你采集的话，你也就采集10来个亿，当然6到8个亿也差不多是吧？就你。采集一个月，你就老老实实干，去种地，去干活，不也就是10个亿就有吗？差不多吧，6到8个亿是吧？他不打算去买资源，那既然如此的话，我说首先1000以内号就可以是吧？那其次的话就是亚历山大加一个理查就够了，这样的组合差不多用6到8个亿打 K2 就可以了，可别寻思。里程贵，你要用里程贵的话，那就6到8个亿，一天就能打完了，是吧？一天就能把你的资源打光了，就跟人死磕到底，就等于说带个里程贵去打5个，一个技能丢5个，一天你的资源就可能就没了，对吧？就不合适，等于说你就承担不起，所以说你有多少资源是关键，你没资源你就用那些节约资源的。你有资源，你就用那些消耗资源、伤害更高的，好吧？还是挺这个喜闻乐见的啊。哎呀，中间这个伤害真高是吧？5、6万，5、6万的白色数字啊，那1秒钟的话就是10来万是吧？10万以上，就中间承受的伤害1秒钟。反伤的话呢，也是拉到了这个4、5千。当然有高有低是吧？你看这个队伍有高有低，有的这个低高一些，有的低一些，还是玩家的实力呢有点小小的区别。可能队伍也有区别啊，哎，目前已经打包很多了，
就是守那个旗帜的话，如果他的部队被牵连的话，就会哭个脸冲出来，是吧？等于说你们的部队呢一直有不停的被牵连，啊，可能你们有个几十支部队、上百支部队是吧？不停的被牵连啊，不停的出来，不停的，效率极高，效率会非常高。八万多啊，六万多，八万多，真的是有点高是吧？就挺来劲儿了啊，挺来劲儿。八万多，早干嘛去了？放两晚出来，早就该这样，是不是？早就该这样啊。虽然说你其实你要仔细算的话，仔细算的话呢，围棋子还真的不一定亏。你说算这个白色数字是吧？进攻方吃亏，算白数字啊，进攻是亏的，就是围棋子这白数加起来的话，其实没有中间那个损失大。但是你要说这个算这个算红色数字的话，那红色数字就全是赚的是吧？还挺好。一个一个签，你得有围棋大哥呀！你没围棋大哥，那其他都不好使啊！哎，怎么又消停了？大哥，这一波就回去了，这一波。你看，刚才是不是就全是哭脸？就是这个压力很大啊，特别大，马上就要崩了，最后居然顶住了。那这一波又问一下，宝石用在什么地方？用在。那个用在特燃点吗？特燃点当然是不需要了，因为特燃点没有必要啊。宝石的话呢，是你最重要的可分配的资源，你搞明白了，你必须要搞清楚，你只能干一件事儿啊。如果指望你干一件事儿，你要干什么？你买特燃点，你是干一件事儿吗？你说你是为了特长点你的这个英雄的金色雕像，你不如直接去抽英雄，宝石直接抽英雄，比买特长点得到的雕像要更合适，并且更多一些，对吧？那你说你是为了这个加速，为了科技吗？你不如直接买加速，也比你弄特长点得到的加速、得到的科技更多一些。所以说你买特长点就完全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啊，它的综合功能，哎，你说，哎，我综合能力好，综合能力好，你有实力去提升综合能力吗？如果你有实力提升综合能力，那人氪金干什么？那不就因为你没实力嘛？所以人家氪金之后，人家才有实力嘛，是吧？人氪金之后，什么都可以提升，是不是？什么科技，什么英雄，什么都能提升。那问题是人家氪金的呀。你要是你氪的不多的话，那你不是没你不相当于没有实力嘛？你自然就不会这么去考虑嘛。摇装备挺好的呀，百万骑兵、百万步兵、60万车子、60万弓箭手，是不是太少了？这并不少啊，挺多的。啊，当然你要是真不太记的话，你不太够是吧？真不太记，真挺猛的。真不太记，你说你这个白色数字都能上10万多，就是被人集结的话，那白色的数字得到10万10万的泵。一个回合是吧？十来个这种，这个10个回合下来，就可以干爆了。真不太记呢，说实话，就是，被人集结的话就不行了啊，被人集结，被大哥集结就直接就爆了。部队多少都不好使啊，多少，有多少死多少，主要是那个交换比不太科学啊，这损失比是要不科学。你要损失比差不多，大概齐，凑合招，那其实也还行。你比如说，就是二比一，哪怕你二比一呢，你二比一，那你也觉得也还凑合招是吧？那问题是，你要说来个5比1，那个几比一的，你就崩了。啊，这波又下去了，这波。哎，我们来我们。这个地方，这地方爆了吧？哎，没爆，好家伙啊！最后竟然修好了，啊，这最后修好了，最后，我刚以为这个地方要爆了是吧？我爆了，看一下他们，就是被这几个要，可能要被人锤一下，他居然就修好了，挺那啥的。
武则天的武则天，关键是你使用不了啊。武则天在 K2 不能使用，在 K3 的话，K3 也基本上不怎么会被集结啊。就玩家基本上来说，还是相对是比较安全的。K3 的话，相对来说吧，所以这你就用不上啊，关键是吧？用不上啊，好不好的，好不好的，怎么样呢？你用不上啊。这个是一个，是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打野人打不过都是被集结的，这有什么迷茫的？这有什么迷茫？就是你要是比较强的话，就打野战呗。因为打野战的话，它的损失真的是更大一些。打野战你需要买资源的，你买资源你花钱的。集结的话呢，你这个死部队之后呢，你可以你死就死了呗，你可以不补部队是吧？你可以就是以后再补啊，你可以日后再补。你现在不用补啊，以后再补呗。以后再补呢，你可以少花钱，少停少动了才被集结，少停少动被集结，那这个无所谓，反正我觉得无所谓啊，我觉得关系不大。少停你还爽了呢，少停你还挺爽的。对啊，就死了，就是不是？他其实他那个消耗东西也不少，对吧？但是问题你这个部队阵亡了，你可以等以后再慢慢补呗。你可以再等未来的2个月、3个月是吧？甚至4个月，有空再把这个部队补回来不就可以了吗？你损失多少补多少回来，这不就没问题了吗？但你要说这个打架的话呢，你马上就得补，你马上就得去消耗这个资源、消耗家属是吧？你马上就得去。就弄啊，这个不一样。哎，我操，这推啊，10万10万的帽啊，出这。关羽是吧？关羽的坦度有点低呀、啊，反季节被人打的10万10万的帽啊，没了。你看，所以说这个围棋制的话，其实那里头的损失也挺大的，是吧？应该是暴击损失也挺快的啊。你自己反击对冲过来就这么几秒，就这么可能就是20秒。20秒是吧？就是干没了。那确实一秒10多万啊，1秒10万8万的。现在主力的话都是，都是把那个李舜臣作为副将啊，因为这个单位确实是收益呢相对来讲，是要更高一些是吧？他的收益的话，确实非常合适，属性给的真的就是贼高是吧？贼拉高，效果也是非常棒啊！效果，简单去分析的话，三号技能，提属性。其实这种什么什么什么兵力小于多少的话，那你说你守城的话，你基本都会小于多少是吧？你说你去守旗帜、守啥的东西的，那其实就一定会满足这个效果，那也就是50个属性。觉醒呢？觉醒的话是不同兵种是吧？那是不是那是多少啊？是不是40个属性、90个属性啊？再加其他的技能，比如这个二号技能是吧？又来属性了，又是20个属性，是吧？那这个又那就是110个属性啊，再有效率呢，提升伤害，对吧？都是提属性的。包括4号技能还是提属性，又是二十个130个属性啊，并且是有护盾。当然护盾其实用处不大啊，护盾是相对来说小一些，130个属性都啊，都非常高了。武则天的话没那么高，武则天要低，相对来说要低一些是吧？然后其次的话伤害也有啊，不仅有属性还有伤害呢。当然住房的伤害会低一些啊，就是你去住房的话，只有1400的伤害，但是住房的属性高啊，是吧？还是我觉得还是非常强的，这个整个来说非常强的，就是疯狂的堆属性、堆伤害啊，强度是相当的高。就是通用的英雄，就那个领袖英雄装备可能不太好，不太适配是吧？现在几乎就没怎么看到这种。金色装备做领袖专属的，都是步兵专属、骑兵专属、弓箭手专属哈。欢迎青丝飞舞啊，都是不同的专属啊。他们就是直接做领袖的，
没看到，紫色倒是一堆哈。好，我们看其他地方。啊，这个乌龟船开的是真快呀，就使用那个技能的效率哈，真的是怒气，这个怒气的回复啊，怒气的回复是真快是吧？这狙击坦丁啊，狙击坦丁怒气回复太快了。你数这个白色树枝吧，你看几秒一下呀，是吧？几次白色树枝出一次是1秒钟嘛。全都开罩子了，准备这个，就是做好已经做好准备了是吧？整个都做好准备了，直接放弃了这个地方，直接放弃了。看他打了3、4天之后啊，可能4、5天了吧。开这个关八是吧？就开这个中间的话，可能4、5天了。那打了4、5天之后呢？那现在确实开始就是已经开始有稍微有点疲软了啊。因为前几天的话是不开罩子的是吧？前几天是就是。哎，就是寸土不让，每个地方都死磕到底的。现在好像稍微有点这个，稍微有点弱势了啊。虽然说还没有崩溈是吧？还是在争夺这个区域啊。这个地方被打爆的话呢，这一段就整个就崩掉了啊，就崩掉了。还是在继续在进一步的去争夺。好，大家晚上好啊，我们直播时间是9点到10点啊。来一起看一下，现在目前的K2 的 A 组，看一下这个蓝色的2827哈，进来5个工会，目前的话，目前看它的一个布置的话，应该在下面多一点是吧？下面2个工会啊，C 和 S 啊，上面的话是1工会。好，这边。紫色的，我们看一下多少区？紫色是286区，也是布置到5个工会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最后一波人比较多的 K2 了。我的个人感觉是啊，最后一波人比较多的 K2。这里有 A 是吧？A、B、C、D 啊，四个这个主题工会，它怎么分布的？基本来看的话呢是寥寥一起啊，这边是2个工会是吧？这边也是2个工会，碰了个 A1 这样的。好，我们看这边，3号位的话是274，274的话只分布了4个工会啊。看目前这个情况，没这个比较分散，没有集中是吧？就是工会之间没有集中，就并没有说在某个区域啊进行更多的集中，比如在这个小的区域是吧？集中，或者在这边集中，没有，很分散，感觉是，就是相对来讲，这种才是比较正常的是吧？
就是很分散那种啊，平均。欢迎 TOK，欢迎小白啊。我们看下面啊，276。这边的话呢是放了，也是这边也是放了5个工会是吧？啊，5工会呢就是人比较多嘛，你要是放3、4工会的话，人稍微少一些。这边也也是不集中啊，这个其实工会之间并没有集中，属于很分散的一个状态啊。靠下面呢稍微集中一些是吧？对，276G 啊和这个276E。在下面这个地方是有一定的这个趋势啊，欢迎查新。好，278是6工会啊，就是不支工会更多一些。那么从这个分布来看的话，其实在这个区域也没什么这个什么是吧？啊，也没什么这个布置啊，276上面摆烂。这边276对上面的话没有，就是没有太多的一个计划什么的，是吧？这没有太多什么计划呀、啊。对上面来说，其实这没有什么计划、啊，看上去。你说有计划的话，都是准备好从什么地方出去。这都其实这都看上去都没什么东西啊。278的话，我感觉这个人多一些，是吧？工会布置也多一些啊，铺的也全一些，然后盟友的话就没什么事儿了啊，布置的，我们看看这边，黄色是277啊，277的话也是布置的工会非常多啊，这布置了7个工会是吧？这布置的布置了8个工会啊，布置非常多。靠这边的话呢，靠这边的工会是很多的。这一个是吧？等于说这个区域的话，可以同时3个工会冲出去，这就是属于是提前布置好了，对吧？一开就要就想这个就要想出门的，就是目前这情况的话，就能感觉得出来。就在这个下面这个区域哈，那与之这个对面的呢？对面好，对面只有1个工会，对面这对面1个工会的话肯定是挡不住啊，1比3的话，这边是85了，这85了啊，准备好了是吧？这已经布局好了啊。至于上面这一块的话，这边是2个工会是吧？对面的话呢是。对面是杀啊，对面这个也是属于是准备好了，大家晚上好啊，今天是2021年的12月2号啊，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对这个武将发展趋势的一个看法啊，分享一下。因为现在呢，你不管怎么讲啊，更多的人呢进入到了征服赛季啊，就是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玩家呢，他其实是那种属于不怎么打架啊，所以就是并不。主要以打架为目的的去培养账号，就更多的就是当混子啊，就是混子，反正也挺好，因为这个才是正儿八经大多数人的一个选择，真正去打的人是很少的。
你甚至通过这个第三方的数据是吧？提供的数据，那些什么微信小程序啊，就这些东西的话，你可以去通过这些渠道的话，你能获取到参战的玩家的数量，没很少很少啊，5、6万有吗？到不了，对吧？你都能算得出来的。那这个混子呢，可能有个10多万啊，就目前十几万，是目前的一个状态。你从这个角度去分析的话，很多单位，很多这个功能，你可能就无所谓了，是吧？当混子的话，功能就无所谓啊，就他不用考虑到性价比，他就不用去考虑什么问题啊，他不用考虑说，我有多少资源，我有多少家数，我这个资源和这个家数呢，足不足够使用？足不足够使用？他其实他不考虑这个问题，就是虽然就是等于说我这个账号呢就不是以打架为目以为这个出发点的是吧？那我培养很多英雄，但是呢，他知道自己呢是打不了架，知道自己就是说你这么英雄出去的话，你的资源到什么不够用啊？但是他就是培养嘛，啊，就这个乐趣嘛。好，那么除了就这个类型的，就除了就是说这一种类型是吧？之外的话，其他的玩家呢，还是要有些思路的。我觉得还是有思路的啊。我觉得从后面的这个思路来说的话，其实就是不同的英雄给了你不同的功能，你需不需要这个功能？你需要的功能，你就去满足它，是吧？你就培养不同的英雄，是这样的。你必须搞清楚你那个思路的话，目前进入这个征服赛季之后，有以下几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比较特别基础的，你偷袭还是跟延续过去的玩法，就人没血了，你就冲出来给他偷袭一下，这样的话呢，你自己的消耗是最少的，消耗的资源、消耗的加速最少的，取得的战果是最大的。它的局限性就是你需要等待时机，你可能1个小时就只能偷袭几下。10下8下的，啊，也就是说你在一定的这个战争时间的话，你的击杀是有限的。虽然你消耗的少，虽然你的战损比很好，是吧？但你的击杀有限。那如果你要是这么去考虑的话，那我觉得亚历山大加关羽还是很好的选择。啊，当然了，你拿个这个萨拉丁加个武田，也一样是没问题，是吧？所以等于说，其实，征服赛季对你的影响不是很大。因为你偷袭人残血单位的话，哎，怎么，操，怎么这样了？好神奇啊！这他妈是网，不动了是吧？就你去偷袭，真的去偷袭那些残血单位的话，对你的要求并不是特别高，你并不一定说非得说特别去更新这些，新的英雄什么的，我觉得没必要，对吧？就是你能偷袭你偷袭得了，你稍微可能你稍微弄点水晶，稍微干点，稍微爆点肝，到你要你也要爆肝呐。每天去刷水晶是吧？这个是个负担啊，你就等于说你打 K2 的话呢，你什么都不用干啊，你打 K4 的话呢，你还要每天去刷点水晶，去搬砖啊，搬完砖之后呢，你就有这个偷袭的这个资格了，是吧？好了，这个除了这种情况之外，除了这个定位之外啊，这个定位，那我们只推荐亚历山大关羽是吧？关羽亚历山大这个是步兵，骑兵的话就是萨拉丁加个武田，这是很便宜的方式，是不是？除了这个之外，就是说，偷袭玩家，是吧？偷袭玩家就是等于说，玩家其实被打爆了，或者说是，打内战，或者说是这个半夜就是偷袭怎么着的，直接打玩家啊。那么这个武田、阿提拉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合适的，成本有点高哈，需要拿出一张执政官，巨阳执政官的话，其实目前也很好拿了，因为目前你要知道很多很多这种 K4 的区的话，它一个区就100多个活人，100多活人的话，你说你去拿巨阳执政官，你多轮到几次是吧？你多轮几次，这个还是来说还是可以拿到的，还是可以拿的是吧？问题不大，你只要不去那种去鬼区的话，我觉得其实也不是鬼区啊，大多数区都是如此啊。但是你也需要注意的是啊，武田家呢，
是更加是吧？就是更加强调就是这种偷袭玩家、亲人啊。当然，你要当车头也可以培养他们啊，这个是很就是目标很明确。打架的话，必要性就不太好了，就是稍微来说弱一些是吧？你跟人死磕到底的话，它的必要性就要弱很多了。你要说考论成本的话，你说你是阿丁，你加一个武廷也行啊，你没必要去弄阿廷拉呀，对吧？考虑成本的话，你这个去偷袭去打游击的话，或者扫田之类的是吧？那也是无所谓的，对吧？好了，除了这些之外呢，你要正常打架，就正常直接上是吧？我觉得直接上的话就是核心的这个步兵玩家了啊，你直接上，就等于说都是一些初五队、初六队、初七队，那这样的话就是属于是都得去安排了啊，等于说增加队伍的数量，是不是？比如说你双查，那你还要去增加，之前的5个步兵，军坦丁是吧？双查、亚历山大，啊，之后增加关羽、增加斯巴达都得要。等于说你是不是你队伍要凑到7队的话，有多少用多少是吧？那后续的话呢，更新这块的话呢，也是要淘汰到这个一代将，就部分淘汰进行这种。因为你再去弄这什么理查这种的，这个意义就不是很大了，对吧？就相对来选择更多的队伍的话呢，那实际来讲的话，首先武廷、阿提拉就不需要了，他们打架不太合适啊。开集结和亲人偷袭是很好的，打游击的话，性价比，不如这个萨拉丁是吧？更便宜一些。那武廷、阿提拉不需要啊，斯巴达和关羽呢，能要。最好，当然一般人的话，可能斯巴达也不要啊，只要关羽就行了，因为斯巴达最强执政官不好获取。弓箭手的话不要，因为弓箭手那个黑男人是吧？他是单体伤害，打架呢不太合适，开集结你用不上。至于另外一个的话，他需要什么？他需要最强执政官是吧？可能也不太好获取，有条件可以拿一下啊，没条件就可以放弃。所以说三代将就这个情况，李舜臣的话可以要，好卡是吧？好卡，野战也行，野战守城，通用性是非常不错的，当副将当都可以是吧？所以三代将的话，如果你是这种中流砥柱，就是步兵的话，可能你只需要什么？你只需要关羽加一个李舜臣，就差不太多了，就是吧，就很轻松了啊。那么四代将的话呢？四代将的话。骑兵可以那个，威廉肯定是要的，是吧？因为骑兵的话，他需要一个副将，就可以把骑兵当步兵去用，一起去打打混战的话，AOE 伤害是要的。那另外一个骑兵就不要他了啊，没必要是吧？单体没必要啊。那至于说步兵的话呢，就像执政官那个驻防的。是吧？驻防那就不需要了，因为你普通玩家你用不上，就是普通的用不上是吧？普通的这种中流砥柱打架的用不上，不需要。哈拉尔啊，这个是可以补充的，有条件就可以补充。四代将啊，补充个威廉，补充个哈拉尔，可以补充，对吧？弓箭手这一块呢，这个怎么讲呢？哈，这个我觉得是也可以不用补充。啊，你要是说去初五队是吧？初六队的话，也可以不用补充。这边的话，图拉真的是，有条件可以补，没条件算了，基本就 OK 了。好，至于说你要当车头的话，其实像李舜臣是吧？像这个兹洛比亚，这是都是要搞的啊。这个其实都是说你要去做的啊。包括弓箭手的话呢，也要考虑的是吧？如果你要当车头的话，他的就不太一样了啊。甚至说三代将，弓箭手的话，那这个也可以取代过去的这个弓箭手啊，是吧？也可以取代什么什么什么这个爱德华之类的呀，你可以取代他呀。所以当车头的话呢，就要培养更多的单位了啊。但是像这种斯巴达的话呢，他车头呢倒不怎么需要啊，更多的就是，
真的这个大佬是吧？跟人死磕到底，资源特别多的，贼多的，可以用它，这个我觉得没问题，更加充分一些。又怎么？哎，这怎么回事？他到了真空赛季呢，他的主要的一个决定你能不能野战的，是主要的原因是你的资源，主要原因是你的资源啊，就你到底有多少资源呢？是吧？到底可水晶必不可少。但问题是这个消耗提升了，比如说你在这个 K2 的话，你打出去10个亿的资源，你到这个K4 呢，你同样打出10个亿的资源的话，你花费的时间要更少，要少很多。或者说你在 K1，你在同样的时间你打出10个亿的资源，在 K2 是吧？在 K4 的话，你同样的时间打出15个亿，打出20个亿，都是可能的。一方面是伤害提升了啊，就玩家互相之间的伤害提升很多。那其次的话，部队的容量也提升了，容量和这个数量也提升了，是吧？所以说这个等于说口子更加大了啊，大家都十几万是吧？都十几万啊，这个维基阶队，你 K2 是没有的呀，K2 维基阶队那也不是说那个白色数字十几万的是吧？哎，几百就没了是吧？就是伤害大大的提升了啊，所以你的资源能力呢，决定你能不能去用更多队伍，或者能不能去怎么去用你的定位是吧？就很清晰了。其实玩家是一个降级的过程，它是个降级，就是说在 K2 的时候你可以出五队，那可能你到 K4 之后呢，你就出两队，出一队去打一打就完事儿了，你就再也出不了了，你就支撑不起来了。消耗更大了，英雄更新压力更大了，还有就反正还有水，反正各方面压力太大了吧，是吧？还有水晶什么的。欢迎那个乐乐啊，欢迎阿华。那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几个新风区，就是 K4 的几个新风区啊，可能会打得比较激烈一些啊，如果是势均力敌的话，其他的区呢就不是很激烈，都是乱炖是吧？乱炖的结果就是很混乱。你琢磨一下吧，你稍微琢磨一下，说一个势力，一片势力，进出四五个区，是吧？这么来记，四个势力，一个势力进去四五个区，那不就乱了吗？那不挺乱的吗？不，内部就很混乱。已经很混乱了，现在只能说真正说，可能在未来能比较集中的，也就是这几个新风区之间的一个这个一个对抗。当你看这个118区的话，你看得也非常明白啊，野战啊已经减少了很多了，就是玩家消耗不起，就躲就缩着了，更多的是开开集结是吧？开集结，然后暴躁的大哥也不是很暴躁了，就暴躁的时候不多了哈，更多的时候是就歇着了是吧？更多时候也没有说就一直去围这个旗帜啊啥的，少了很多。有人开区就是为了什么？为了这个觉醒里程贵，然后这个囤积这个金头，不是这样人应该没有了吧？我觉得现在的就是现在的新玩家应该也没有了。这打死我们看一下，新的玩家还有这样干的吗？这个地方爆了一下是吧？这个地方过来了。这个是干，这个中间这个地方干爆了，压缩了一下哈，其实可能是已经接近这个，就是自然消耗，还是就是等于说经过了这个一个多星期是吧？消耗之后呢，可能现在稍微就是稍微可以这个比较虚，就稍微虚弱一些了。经过长时间消耗之后的话，
哎，不过这一个棋子太难了，是吧？一个棋子一个棋拿，说实话，这也太难了。嗯。在这边反击呢？啥叫战术达成呢？我感觉今天是星期四，那起码不得到周末，到周末才有可能说，在哪个地方给打崩啊？怎么哪个地方打了怎么着也好是吧？才周四而已，周四能这能怎么着？官八皇天开呀、啊，都感觉都，就是都就是开的话都不能把完全给他打退了。这边我们看一下，啊，这边没打，直接相当于是放弃了。这边也是没怎么打。看今天晚上，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是吧？发起一个局部的反击。可以开双击节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话，刚才打爆一个了，开始插旗帜了，插完之后，这个接触面更广了，可以去偷袭这后面的旗帜了。目前的话没有。
K2 吧，K2 其实这个 QQ 的节奏呢，还是挺适合这个商务人士的哈。你要说这个学生的话，他觉得太慢了，是吧？觉得这个节奏太慢了。那你要说对于上班来说的话，就一个月呢，时不时的，一个月大概有空，然后呢，比较激烈呢，就那么几天时间，是吧？挺好的，挺好啊。一月、二月，到年底了嘛，你得该休息了呀。所以这业务、这账务，这是过了十二月份，基本就是都是收尾了，收尾了。以前做装修公司嘛，那你这些装修的业务的话，也是基本来说过了十二月份是吧？新业务也很少了啊，都是一些收尾的东西了。嗯，画图啥的都不画了，收账啊，就是找个去小姑娘多点的。哎，我最近发现我有女粉丝了啊！就是挺好，特别好，特别棒。就是那种，挺好的啊。我之前都没有女粉丝。战火勋章国际那个战火勋章的话呢，是这样的，你必须要承认，一款游戏没有值得长期玩的游戏，游戏必须不停的创新。你必须要，不是壮汉粉、啊，你真的不是，真不是，真的是女粉丝啊，真是女粉丝啊！这话说的我就不爱听了，是吧？你必须要承认一款游戏，它是必须要不停的创新的。你就拿这个《魔兽争霸》举例子，你玩《魔兽争霸》的对战，你玩一段时间了，你不能一直玩对战呢，对吧？你玩那个什么3C，玩 RPG 地图。你玩一段时间之后呢，你再去玩什么 A 出刀塔了是吧，出刀塔了，它必须不停的创新，那后面又出各种不同的地图是吧，不同的玩法很有趣，这个是关键啊。那你说一个手机游戏的话，手机游戏是不行的，它是一次性的，它是不能再创新的，好不好？手机游戏为什么不能创新呢？因为它氪金了是吧。认识的新人，魔兽里头是吧？军坦车身一般不需要啊，通常不需要。如果你是比较大的车身，你可以搞一下，反正就是你去怼人可以怼一下啊。所以战火勋章的话，好家伙啊，主题婚礼是吧？这个有点厉害，离经叛道是吧？离经叛道啊，就是说这个游戏呢，它战火勋章也好啊，或者是万国觉醒也好，它只是一个快餐游戏啊，它就是一个快餐游戏。那你为什么他不想做这个长久游戏吗？他不是不想做，他做不了，他无法去做，他就是一说你就是不同的玩家，不同的氪金呢，不同的氪金量，不同的这个空闲时间的数量。对游戏的不同的态度，他就决定你玩一个月，你玩两个月，你玩三个月，你玩五个月。那游戏的不同的阶段呢，有不同的游戏的内容，对吧？你说万国觉醒，那第一个月菜鸡互啄，真要他复活了。对对对，因为本身游戏就是一种很好的交流方式，但你对不对啊？游戏就真的是很好的交流方式。我要是在上海好好玩游戏，再开个装修公司，能不能给人装修，对吧？装修那个技术过硬，是不是？能不能开展业务？能开展业务挺好的呀。你北上广深是吧？那玩游戏主要就集中在这几个地方了。所以说你就是可领金，你跟大哥弄个群是吧？打不开的战报，都停止了，肯定有案例啊。就本身你是做业务的嘛，本身你是做公司的嘛，但是呢，你可以通过你有人去喝茶，是不是？还是找一些社会的朋友去，今天下午去哪个公去他们公司喝茶，明天下午去这个公司喝茶。你打游戏是一样的呀，打游戏跟喝茶是一样的呀，它也是交流啊，就是认识交流感情嘛，是吧？然后这游戏那个打游戏的好处就是说它很直观的，
特别直观，就是你磕多少钱，然后你是个什么层级的，是吧？这帮人是个什么层级的用户、客户也好，那你就是很这个目标很明确嘛。相对来说，做业务是可以的。相对来讲啊，当然我就是纯打游戏的，是吧？我就纯打游戏的，我想卖东西，我也没有卖的东西啊。本身我想卖那个手串儿，卖那个就是卖手串儿，卖点文玩啥的，没有路子啊。我那个为那个一师我师傅啊，我师傅啊，背个那个背包，一背包现金，带2把那个砍刀，去山里头找了一些老农民去收木头啊，收完木头回来就自己去车珠子，车珠子卖是吧？然后我又我成不了兵了，那个你不停兵的话，你去打架的话，你损失不更大吗？你停兵的话，你停再多的兵，然后那个你部队打光了，你要补充的话，你可以以后再补充啊，你又不是今天补充是吧？你以后再补充呗，是不是？你要说打架的话，你现在就要治疗，卖水泥。卖水泥不行，做理财业务，说白了，卖基金的，啊，卖基金的是吧？就是做私募基金的，打游戏，打王者荣耀这样的，打游戏啊，这个去做这个社交挺好，是不是啊？做私募基金的，是不是？上班都在打，下班继续打。这个。我觉得前几天不算高强度啊，真的就是刚开始那几天，强度我觉得不高，但是这个今天的强度，啊，昨天到今天是吧？这两天的强度确实高一些，确实是非常高。怎么讲呢？还是，啊，对，我那个后台数据啊，咱们就是做直播不有后台数据嘛，有那个地图，又暂停了。对吧？这个很神奇的，非常非常神奇啊，非常神奇！你发现这个有的队伍在走，有的队伍他妈暂停了，这太这是我是我自己一个人这样吗？是我自己就我自己这样吗？其他人他也这样吗？其他人他也这样吗？还就我自己？是我的网络不行吗？不对吧？那我的摄像头还没也没卡了是吧？欢迎子非鱼丸好，我去，这他妈！啊，就我这样，啊，就我这样，这什么玩法？一点没停。哎，那这个旁边人怎么就停了？哎呀，就突然就动了是吧？突然就动了。他这个负担比较重啊，人均驿站。好家伙，哎，这个关羽又来了。关羽，这我觉得血亏呀，是吧？我觉得还是应该挺亏的。3个小时，差不多3个小时吧，差不多吧，是吧？啊，说刚刚那个兄弟说是去玩《战火勋章》，去玩国际区好，还是玩国服好？最好当然是先玩国际区。再玩国服，任何再氪金的游戏，啊，那《万国觉醒》已经很氪了吧？那你同样发现，你玩的时间长了，你同样发现，你要是个老玩家，你去欺负新玩家，你氪的比他少很多，你还是可以欺负他呀，对吧？相对来说，你去就是你老玩家去新区，你会很爽啊。如果新区全是新玩家的话。这个是不是啊？如果新区全是新玩家，就你一两个老玩家的话，你觉得是什么体验？你感觉什么体验？
这个体验好不好？这当然，这个主要对一些，主要是对一些小微氪玩家，我觉得这个体验应该是最好的吧。就是你在任何是吧，任何的这个对游戏的理解是各方面来说，有更多的经验，或者说，效率更高是吧？稍微可点的效果都不得了。所以我们的建议就是，你要是那种有闲功夫的。有行功夫的，然后小微壳的，你可以先玩玩国际区，回头玩国区的时候呢再进去爽一波，爽一波。你要说想再选择再多去几次新区是吧？爽完就撤，爽完就拉倒了，就换新的内容了。啊，欢迎谁给你勇气啊？晚上好啊。哇，这一次这个真的是有点，就是相对来讲啊，这个是真的是有点这个激烈了。它的每秒钟的话都得照这个四万是吧，三四万的数值去报了。那一个小时的话，这个数值就很高了啊。欢迎我的人是谁，晚上好。但是这么去报几个小时的话，基本来说就都是吧，都是损耗就非常大了。